Hello，大家好。我们来看看这个 KGB。KGB 是我的这个双电论股里面的一个 join member 所问的股。如果你也想问呢，你可以 join 我 channel 的 member， 只是需要请我喝一杯咖啡就可以了。看回这个 KGB， 肯定是不漂亮呀。今天Depo MA 200呀，已经讲了几百次 ，Depo MA 200呢会非常不好，要非常小心。这是第一件事情，第二事情，头马峰，头中脚轻，就是说这边的头马呢已经转去上面了，头中脚轻，这是头啊，这是脚，所以头呢的头马呢累积了很多，比脚更多。啊，这个以后呢会是一个很强大的主力啊，这些人呢也会可能也是会恐慌要去卖出去啊，形势呢老实讲是非常非常的不好呀，可能要如果是持股的话呢，可能要考虑把它cut loss 了哈。OK， 它的支撑在哪里呢？它的支撑是第一个支撑是这个咯，这条线，这个支撑是对应这个是对应这两个点的，哎呀。大概是快3000左右，快3000，现在是快，应该是 1.36 啊，也是差不多啊。如果跌破的话呢，下一个是这个咯，看到这边有个筹码峰吗？这边有个筹码峰，这多少钱？照算来看，应该是这边附近，快2000。这是块二左右，块二就是它的下一个支撑。这个图形已经不是很漂亮。又跌破 MA 200，又有套牢盘一大堆。基本上呢，已经是不适合去操作了，不适合去介入。OK， 当然这个只是我个人看法，你的钱你自己决定。如果你想问股的话呢，请你们也是可以参加我的这个专门吧，谢谢大家。